哎，有个事儿我得跟你说一下。好，我虽然未婚，但是我有个女儿，还挺大了。未婚，有个女儿，还挺大，那挺好。嘚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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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嘚。杨小姐，我这个微信温馨提示我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会。 我必须得先走一下。你忙，杨小姐，告辞。